家要准备好，要用了比刚才还热烈的方式，再次请上王自健、张博鑫二位震撼出场。感谢大家，谢谢您。感谢大家，这声音就传达的是出现这个。谢谢您，到这会儿了还没走。一般要说我，我跟这儿看，甭说什么，就跟这儿这么坐着，早坐不住了，早就想走了。我们走吧，去动漫，回家把飞机开封的扶脸了。我不去，今天该扣我第一根片。真是主力到位。昨天 DPS 打小萨布卡尔的时候打到6200，基本上在5500以下 GS 的人里面是一个不可逾越的问题。你看有乐的就说明有人玩，你们都不爱 CC 这么跟这儿待着。换人同意，你们后台就这样各有一套，拿我来讲就好玩的游戏，对不对？在后台坐着跟家就是玩电脑游戏 PS3 没见过吗？无限的寿命，五十寸的等离子电视，松下啊，跟你一样，怎么跟我一样啊？就是你小肚子松了，肚子松，跟这玩这个游戏《怪物猎人》，电脑就是《魔兽世界》，哎，《龙之谷》什么这，你看咱们这手都很标准，鼠标这边是键盘。在后台待着没事干 ，iPhone《三国群殴传》还骂呢，iPhone，PM，NDS， 你看他手法都得对 ，iPhone 是这个 ，PLP 是这个 ，NDS 拿一根笔，知道这是任天堂的。这是索尼的，这是苹果的，都研究各有一套。尤其我就觉得苹果这个东西做得越来越好。怎么呢？他们那个总裁什么不是斯说 Steve、啊、Steve Jobs 史蒂夫乔布斯知道吧？史蒂夫·史老先生，老先生，时尚教主。哎呀，太好了！从苹果、iPhone 一代，都甭说到 iPhone， 当初那个 iPod 小轮一滑，咔咔咔响，歌上下翻，到现在都没买过。但是呢，我就是觉得人家这东西做得好。但是它贵，哎 ，iPhone 这个品牌，你看人家，一个 i 加一个电话的单词 phone， 你知道在外国这个 phone 就是电话的意思，对，国内有时候是脏话，为什么呢？啊，这些也有录像，今天不能翻的那么直白啊，缝儿。能这样，你老勾搭我说 iPhone， 这你 iPhone 说了，搁在一块儿是，它这就是什么？什么商标？这是商标。哎，特别简单 ，phone 前面加一 i， 这就是商标。但是呢，它这个也不是放之四海皆准的。当然，前阵子吧 ，iPhone 要进入这个哪个市场呢？瑞士，这个西欧的发达国家，瑞士进入那儿的市场。哎，人家过去了，苹果公司递交一堆材料，当地的这个质检部门啊，工商部门的这些局长、处长们一块儿坐一块儿吃饭，研究怎么上市这个事儿，怎么上市这个事儿。后来瑞士政府拒绝了 iPhone 在瑞士国内发售。为什么？为什么呀？人家瑞士人说的特别讲道理，说你要想发售也行，你得换个商标。
因为我们的在我们瑞士这种很严谨，因为他们是做手表的嘛，啊，当然了，哎，很严谨的国度里边，我们认为在英文字母凤前面加一个 I 这个单词的构成过于简单了，不能称之为一个商标，起码在我们瑞士国不能称之为一个商标。那乔布斯听说之后，人家也没生气，有钱人有身份的人嘛，就狠狠地说了这么一句话。说的什么呀？对，在凤前面加个 I 当商标是太简单了，但是有些人呢，在 watch 前面加个 S 还敢当国名呢。咱这都能听懂，我听懂，都能听懂。说实在的，欧洲国家这些名字有意思，比如说 watch， 这个是瑞士，而且欧洲有一个国家，你看人家欧共体啊，欧共体村太老了是吧？欧盟，哎，欧盟人经济那么的发达，当然了，现在西欧的那些富国已经快被这些中欧和南欧的这些懒汉国家把经济拖垮了。首当其冲的是希腊，希腊现在经济已经跌入低谷了，马上西班牙和意大利也面临着相等的问题吧。没想到这完全的听不懂，还跟那嗯，不愿意你说吧。这个欧洲有这么一个国家。你这是德国吗？管着干的吗？哎，这个欧洲有这么一个国家，国家因为经济特别发达，这国家呢不做批发。干嘛？你知道为什么这国家不做批发吗？这国家是全国上下没有批发。知道这国家是哪吗？哪啊？丹麦。这都听懂了，你真讲理。你看这说你们这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就是相声演员各有一套，像我来讲，我就喜欢点什么高科技的呀，他好背，对不对？什么什么三体力学呀，哎，三体力学呀，什么这个质子的中子化演变过程啊，哎，我平时我就看一些量子物理学的书籍，哎，主要是纯德文的。因为德国量子物理学在世界里面来讲，它算比较尖端的嘛，它算是比较尖端的。我就是这么一个人，他不一样。我呢？他平时在后台什么都干，就相对低俗一点吧，相对的低俗一点，好给人呐瞧病当大夫。那怎么了？给人瞧病，人热心肠的还。那不是，你听他怎么治这病吗？前阵子他那徒弟丁世鹏找他去了。对呀。师傅，我病了，你能给我治病吗？什么病吗？啊，什么病呢？我这个便秘，便秘。为师就治这个病最拿手。那您怎么治？一阳指。你没说出来拔个罐就不错。结果呢，整赶给小丁看病那天啊，当天过生日。对呀，过生日。脱下裤子来，让我进去的。行吧，行吧，不行，不行，再来一根，再来一根。怎么样，徒弟？怎么样？不行，您再使点劲儿，让您气坏了，整只手。大人那天高兴吗？过生日吗？太嗨了，整只手进去，哎，来回来去，拿出来，哎，腕子上多块手表。总是给你惊喜。我这意思，小鹿，你说女徒弟得病，他也得人抢，也得管啊。而且人家不避讳，你知道吧？哎，小鹿找他去了。什么意思？师傅，我病了，您能给我治治吗？来。没有，不便秘也是我不便秘，我就是身上我觉得我骨骼还有我肌肉啊有问题，就是一碰的时候吧，它就想干嘛干嘛想，我不知道为什么，试试我得检查病情了，检查病情了，行了。
你不能人你有病人给你检查吗？对不对？来，这儿响吗？响吗？响啊！响吗？响吗？响。一声给他摁了个面，问小叔想吗？都想啊，想。行，你出去吧，你出去吧。我给你想想办法，你这病疑难杂症不好治，我给你想想办法。我想出办法，我再给你治。行了，杜队，走吧，走吧。小叔扭头出去了。回头小丁儿在旁边看着，师傅，您这个您看这小叔得什么病啊？您鼓捣半天什么的，太耳鸣。
抖着手，这风刮过一阵风来，呜，这手指就给飞上天去了。刚才这点戏你来得了吗？先生飞着手指学一会儿，飞飞飞越飞越高。先生哪得来点黄啊，给咱弄点。扭曲不得。像我你来，你不是能学吗？就是比划音，什么？这都跟你说嘛。学不了。学的。能学什么？地方能学。地方当然学了。学手指。学手指。那天赶上啊，也是有风，但是呢，擦出来的黏度过大，就粘在地上，粘在地上，这手指一吹，啊，顺着这个地就一溜的，这个手指就好，你来地好了。你这样啊，我给你脸上画一个黄酱，然后你拿脸蹭在地上。分子的结构越来越松，慢慢的一片小黄色，微微的随着波峰扩散。这时，水里的一些青蛙和小鱼上来吃这些有机的食物。你来了，就他们恶心。这我学过，那你学巧克力或者小鱼？巧克力更有能学。手指，你没见过是怎么的？你干嘛呀你们？不是，这都没比喻。我怎么不知道巧克力还能蹦手指呢？这是高科技的事儿。学更不能学，能学什么？学别的当然能学了。学什么？你刚才说大小马的腰子，这还能学？学一卖手指的。没有要个这个的，那可怎么着？你看像什么这个龙打汉、哑巴打手指，这也咱也不能学呀、啊。行啊，说什么呢？说话呢？什么？你说什么？龙子打汉，聋子嘛打岔，哎呀，哑巴嘛打手指，都行吗？这也能学？哎呀，甭说你了啊，是人就会啊。这怎么说话呢？这是？我就学的一定比你好啊！你就比我强？那当然了。较劲？这不较劲。来来。试试吗？可不是吗？现场实验，来学龙子打岔。哎，你没问题。好，那这样啊，这里头咱们设计一个表演剧情。啥剧情？因为咱们舞台表演，你学龙子打岔，它得有一个剧情贯穿始终，让大伙儿一看就明白了。哎，有一个贯穿始终的一个表演剧情啊。剧情。学这龙子打岔的话呢，我必须呢是你二大爷，行吧？那我肯定是你玩手指的死鱼。怎么不讲究？一般来讲，什么人耳背？岁数大的呀。哎，上年岁的人耳音才沉呢。是啊，大爷不是说您啊？您瞧我这说，这个呀，我就演你这么一个老街坊，老街坊，街坊二大爷啊，跟你爸爸你们俩交情。是是是。上年岁耳音沉了，嗯，你跟我说话，我跟你打岔。可以。你说东，我说西，嗯，你说打狗呢，我说宁鸡，打岔的好着呢。咱们试试，来个这个好吗？行吗？你从那边来啊，我从这边来啊。各位看我这表演，来你开始啊，开始，现在开始。这个
也不灵活了。哟，昨天上扣扣不拿了蹦迪去呀，把胯扭了，你摔死脑子了。谁呀？你说。
这是跟谁学的？哎呀，别忙，有空我说说他。跟你学的？跟我学的干嘛呀？你也是干那个的？我怎么能呀？几年的？没这事儿。五年了？多少五年了？跟我自首去了？自首的手啊！我说您呐，哪儿啊？这都是啊！哎呀，我天，这偷了个裤衩啊！你变态呀、啊！还有什么剧情？咱俩人呢，从小一块长起来的朋友，哦，
发小，过了些日子呢，分开没见面，有那么挺长时间的。这回马路上见着面，两个人要聊一聊天，说说话，聊一聊天。一会儿呢，您看我演这个表演，演有三指，哪三指？眼直、心直、腿直。我这么一拍脑门，这是我就不说话了，就进入人物了。那我呢？好吗？你来演个翻译啊，演个翻译，没问题，能来吗？来，咱们现在开始。您打那边来，我打这边，我打这边，开始。9年了，这感叹词儿都出来了。9年，
他叫大伙呢，我小时候，我小时候就是个胖子，啊，我现在，啊，我小时候特别棒，现在倒有点瘦了呢，真是我呀，真是瘦了，你丫的八婆。他爱
啊。他说我说相声说得特别好。我让你夸我了是吧？我不灵了，我放根了。满脸褶子啊，满脸褶子，哎，有一撮儿。
哎，拐棍儿。走那还哈着腰，那是我妈呀。对吧？那个拿那纸，那个身体好着呢，好着呢，没好。讨厌。没明白。